一直以来我都喜欢介绍汉奸那种花色条纹比较丰富的品种，比如说什么血腥玛丽啊、樱桃玫瑰红啊，那些比较艳丽比较新品的品种，但却忘了这个最朴实的颜色，就是普通黄色的。其实说它普通也不算是特别很普通，因为它这边其实有红点点。它这一款就叫做香蕉汉金莲。之所以我想介绍它，是因为它的风花性让我真的很感动。首先让大家看一下它惨不忍睹的株型，因为我放的地方只有两三个小时的光照，也就是它已经是严重缺光土长了。这一棵是之前的残次苗，我不忍心然后就把它给种到这里，而且种的只是说一家人的盆子，就是空间很局促哦，它还是给我长得很旺盛。哎呀，这就是整体，而且在这么缺光的情况下，它一口气给我开了十朵花，不对应该是十多朵，然后一直在有在接力，所以这花量是真的有点感动了。再普通也要给它介绍，它叫做香蕉汉金莲。